哇！来来来，一块坐。好。OK，各位监制，虽然我们四个人，但是今天空了一个位置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个飞行的嘉宾，他也是上一届的监制之一嘛。 很期待，优萃有机无限超越。接下来进入小分子蛋白更好吸收的优萃有机奶粉，未来无限超越时刻。我们新闻女郎的面姐佘诗曼，Hello。 帅哥，对的，你好，美女，哎呀呀呀，来来来来来来，今天为什么要请你来呢？因为今天这个话题可能对你来讲是很适合的，因为这次是爱情片哦，对，爱情片，你们四位最有经验了，我从来没有拍过爱情片，他拍完一个就成为经典，对不对？对呀，没有拍过一个都没有，一个都没有，你演过呀，《双城故事》不是你演的？哎，那个是错爱。 错爱，是我喜欢的张曼玉，然后我带张曼玉见谭咏麟，也要对上了。那是跟张曼玉，对上了。我就心疼他们两次是张曼玉。对呀，你还说闭嘴？我的女神呢？我就啊，我很想跟大家分享，先聊一下爱情片，我觉得啊，其实我觉得电影里面呢，每一个戏几乎都会有爱情。爱情。 比如说《铁达尼号》，其实它就讲两个人的爱情嘛，只是如果《大时代》的背景《乱世佳人》也是《大时代》的背景，但是还是讲爱情。我觉得有一种戏的爱情片里面呢，就是《天若有情》这种。哦，男人不坏。哎，就是想问问大家，觉得爱情片的经典该是怎么样的？我演过一个片子叫《上海滩》。 我想可能那个冯程程和徐文强那种，就是很爱但是得不到，然后最后很遗憾，那个是比较刻骨铭心的那种感觉。嗯，有遗憾的那种，可能会记忆深一点。对对对，他说的遗憾也是的。我演过一个特别经典的话剧，叫《恋爱的犀牛》，从23岁演的这个话剧啊，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哇，那台词写的真的太感人了，我自己念的台词会掉眼泪的。 但后来我慢慢的发现，一个配角的台词才是真正的爱情。那个台词是什么？你爱他，他不爱你，他在爱着另外一个人，而另外一个人也不爱他。哎，这个台词我觉得真的很爱情。很多爱情电影的配角才是点题的。对。OK， 现在我们呢来发布第二个正式专案，上一期呢不是已经有学员拿到片约了，很开心啊。 这次的爱情片呢，我们也邀请了一些制片人来这里开我们的看片会，然后呢，他们也希望有机会能够给他们片约，但是这次呢，难度就比较高了，因为这次呢，只有4个爱情片段，而且只有8位成员呢能够在里面变为4组的男女队员，所以他们要争取机会，否则的话就没有这个片约了。来，我们先看看 ，OK， 哇，找到露营的感觉啦！ 梅子酱，你尝了你嘴角，成高薄荷味道，呜、哦，好开心啊！天哪，我们终于来到户外了，蓝天白云多好！嘿嘿，啊，海宁啊，嗨，Hello， 哇，今天的我粉呢？你好粉嫩呀，海宁姐！嗨， 哇，你今天好可爱，老慧儿。 甜妹，甜妹。Hello，Hello，琪琪。Hello，你们的颜色都好清新，我们都是清新。大家都甜甜的。嗨，梅姐。Hello，菲儿。哇，今天好酷飒。容易把人吓到是吧？那也倒不是，有人很喜欢酷的女生嘛。对啊。过失伤人，水哥作证，我能谅解。 嗯，哎哈喽，哈喽，我叫荣子熙，荣子熙你好，好西西，新朋友，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。黄色座位随便选。今天是我们所有人最粉嫩的一期，平常都在比谁更酷，然后今天比谁颜色穿的比较多，什么颜色都有。今天是的，你选了谁啊？他说要保密啊，好吧，我想套你话没有套出来。这个是什么东东？
哦，都是他们的名字。请选出本阶段最想要合作的搭档的两位男议员，分别为他们投一颗小糖果。我第一颗想要投给的是，我其实很早就已经很明确有想法了，喜欢他，是他的小迷妹。因为我有两个弟弟了，主要是我照顾人照顾多了，我会想被照顾一下，所以那我第一个选，因为选了一个哥哥嘛，然后我想再选一个弟弟。我要把我的两颗糖投给一个我最想选的人和一个我最不想选的人。这个奇葩要选什么？好了，为什么一个男孩子都没有来呀？来了一个了，来了一个了。谁？快打探敌情！你好啊 ，Hell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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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坐哪儿？选蓝色的座椅，随便坐就好。会选谁呢？我坐韩英姐旁边吧。嗨。哎，你今天穿粉蓝色。啊。你现在突然让我有点紧张啊！那我走。你看高海宁的这个细节反应，就是很拒绝，吹，怎么回事？都不好意思说出来。这哪个系列？最新出的哦 ，M6。因为你们今天真的很搭哎，一个粉一个蓝哎，你们会不会正好搭在一块？不知道哎，看能不能配上。又来了一个人。早啊，大家！哥好，栋梁哥早，嗨嗨！我其实还蛮想和张栋梁老师合作的，感觉跟他在一起，每天会被他呵护得非常的无微不至。随便坐吗？对，随便坐。我坐你旁边。OK。Welcome。哎呀。张栋梁，你选谁了？不就是要选人，马上就要选人了吗？所以栋梁哥，你坐在那里是想选？没有，我就刚刚进来的时候就跟一欢先对到眼，我就坐下来了。张栋梁，你会第二次跟我说 sorry 吗？哇哦呀！我不相信你了，刚刚是你说要到我这里来的，我伤心了。啊！换位置，走开！不要，不要！你是不是又想跟我 say sorry？ 没有。哎，你穿得好正经哦。真的吗？不会啊，挺不会吗？你是今天想要走大叔跟妹妹风，对不对？你是嫌我老吗？我走开。没有，没有，开玩笑，开玩笑的。又来了。嗨，哇！哎呦，强！哇，好帅哦！好美哦，一个个。哇，好会聊天哦！你在干嘛？他在很认真的选择，他在决定要坐哪里。景超，先投一个给我的弟弟，为我们的革命姐弟情。没有，我就坐。欢迎。哎，你们座位是固定的，不能乱动是吧？韩姐坐的那一个人，我就觉得她一个人太孤单了吗？没关系，不用，没关系，我一个人挺好的。行，好。喂，这里的剧情开始变得很复杂。好精彩啊！哎，来了。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哇，洛洛，纪凌晨，欢迎，Hello，Hello， 哥弟都来了，我们组的人都来了。队长，怎么走啊？怎么坐呀？就是随便选，随便。我们组一定要配齐啊！真是的，配齐。
景超。你知道从一开始他就是我的队长，然后过程当中我们经历了很多事情，我又曾经说过我要成为他的姐姐，在这里面就我来保护他，然后还有上一次跟他演的那个小哑巴，我觉得他演的特别棒，所以我觉得我还挺有信心的跟他能够搭配出一段很精彩的戏份。对，没事的，随便坐坐坐坐，那我就坐 最近的吧，坐这吧。好啊好啊，好，就坐这吧。哦，可非常搭，死我了。干嘛这两兄弟？那我第一个选侯洛洛，因为我第一次即兴是导师把我 Q 上去跟他来搭，然后我觉得说那段还挺有意思的，所以打算再来演一次。再有一个，再有一个。侯洛洛，我们坐那儿吧。我们俩坐。什么啊？根本没有理他，过分了。嗯，我俩坐、啊、我俩坐。男生不可以坐在一起吗？男生不能一起吗？我们是多不让你们在一块坐呀。哎，我来这儿，我来这儿，怎么回事？我来这儿。子睿用暴力按下了个男议员。对不起，不，吓到你了。没有，吓到你。我自愿的。哦，不能笑。为啥呀？笑起来太傻，装高冷。哎，他们俩选上了。嗯，哇，这些眼神真的是。哎，今天头发做的挺好看的、啊。是吗？谢谢你。是，今天是什么造型？今天是御姐装甜妹儿。我怎么的了？我今天应该温柔一点哈。没有，我今天也应该装一下。我等的人在遥远的未来，不会我从开始座位就没人坐我旁边吧？不会的，惠子，如果没人坐我旁边，你就坐我旁边好了。好，没问题。你小心点。哎，聪哥来了。Hello。Yeah， 亲爱的们，有那么欢迎我们吗？有啊，有欢迎你们呢。嗨。哇，这么荧光啊！我的妈呀。哇。张瑞，你套衣服真的是厉害啊，翼装飞行啊，那么懒爽的衣服你都能买到。为什么会穿一套这么的衣服来拍爱情片呢？他觉得比较 sport 吧， sport 就是体育型啊， sport 还有那种抢眼球啊，就是隐藏着一种心理暗示，对吗？亲爱的们，嗨，我看过你的戏。真的假的？ Very good。别骗我， so、good。 哥，那你既然看过，你坐我旁边吧，不然我老尴尬了。当然了，我一定要照顾新人。好，太好了。看我怎么祸害新人。没有人坐就主动一点。这边一个，然后菲尔旁边一个，菲尔旁边有一个，菲尔，我去跟菲尔坐。哇！